下面来做成品，取个饭盒，打上适量的西米露，也可以不放西米露哈。放提子。完整视频教程联系微信13652589001365259000。 哈密瓜、苹果、香蕉，然后倒上奶浆，再放一点圣女果在上面。 西瓜，以及提子，然后再放一点葡萄干，纯鲜的水果，然后就做好了。我们可以盖上盖子。 如果是外卖的话，就盖上盖子，配个勺子，贴上这样的标签。完整视频教程联系微信。 13652589000，再来做一个西米露、提子、哈密瓜、西瓜。 火龙果、香蕉、苹果，倒上椰浆，放上葡萄干。 纯鲜奶水果捞就做好了。下面来做芒果捞，首先来调奶浆，纯牛奶500毫升，芒果捞的奶浆就做好了。现在来做成品。 搞适量的西米，瓶不在下面，香蕉、苹果、西瓜、提子、哈密瓜。 鱼提子、火龙果、圣女果，倒上奶浆。
再放上提子、圣女果、西瓜、哈密瓜，点缀一下。然后盖上盖子，这是做外卖的话就盖上盖子，勺子，再贴上标签，芒果捞就做好了。再做一个西米，香蕉，苹果，西瓜，哈密瓜，驴蹄子，提子，圣女果，火龙果，倒入奶浆，再放几个水果在上面照下形，然后放上葡萄干。